未敲出全垒打的打者。陈崇威继续的把球给破坏掉，速度来到了151公里。陈宇文在昨天的比赛也有上场。哦，这个球点又跟得更里面。对，虽然速度很快，但是还是有办法先破坏掉。对，哇，哦，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哦。对，